说过。是你逼我的，我感觉踩脸会比较有那个，对，踩脸狠，就等于说他踩着我脸，这样一下，对，啊，就打，三哥你先踩，两个开两个，来了开了，来各位，来给风，来给风了，开踢，后面们，后面们，来背，开始，再来一个，哎，是不是架好点？啊，行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你下来看个位置。啊，这样啊，就这样。后边等等啊，先开机。来，给风。好，说过。来，好了，回呀回呀。真刀在你脸上划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受？害怕，弱小无助。导演让你选择踩胸还是踩脸，你当时为什么选择踩脸，是怎么想的？因为脸太大了，想瘦一下脸。骗我！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来，我俩起，有一个人咱们来吧，一二三，走走。